逮谁扣押的？急速对待网吧的老板。老板叫朱敏吗？好像不是，我听他们管他叫猛哥。猛呢？来了。啊。这就是大刚，有货就是他。钱带了吗？带了。只要他看上了，马上交钱。我保证你能看上。嗯。我这儿的货绝对都是好货，要不是碰上我，你小子这辈子都找不着这么好的女人。当然价钱不能低于10000吧，知道吗？带了18000。光嘴上说不行啊，拿出来看看。那，你看见了吧？验货之前，我先把规矩跟你说明白了。嗯，人从我这儿出去可不退不换。走。想要岁数大点的还是岁数小点的？岁数小点不懂得估价，哪有岁数大的？但是不能超过25，而且还不能生过孩子。你放心，都没生过孩子。那行，跟我上里屋。哎，怎么样？他就是那岁数大点的，行不行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哎哎哎，这么好的货你都看不上啊？胡说，看是看上了，好，可是不卖。胡说，那水酒多少钱？你干嘛呢？还得钱，还得钱。不，大哥，这年头女人扑了窝子多，蝴蝶少。你说那么尊的大姑娘搁你眼前，你干嘛还闹事儿啊？不说，那俩女人看是看上了，可是俺不敢要啊。你咋不敢要呢？来之前俺娘说了，让俺找个丑的，说娶妻金地家中福，那样女人才能看过一辈子啊。这算你孝敬。那你小子长点记性，慢点。500块钱是借的，你他妈想死啊你啊！等会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辛苦了啊！今天的事儿，你要是敢在外边给我瞎嘚瑟，我把你家都剁成狗屎，知道吗？滚吧！马哥，喝杯茶消消气儿啊！哎呦，马哥，你还吓我一跳！您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呀、啊？发什么这么大脾气？问你兄弟去呀、啊！他不是敢打我吗？躲什么呀？让他给我滚回来！马哥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弟在不在？啊，那不是你在吗？跟你说也行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你兄弟的杰作。怎么着啊？值不值50000块钱医药费啊？哎呦，马哥，你看看我现在这生意这么不好，没几个人。你说我先从哪儿给你弄50000块钱？没钱不是还有你呢吗？哎，是啊，是啊。跟你说啊，看我岁数不小，我可还没结婚生孩子。愿不愿意给我生个孩子呀？哎呦，马哥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哪配得上您呢，是吧？啊！我就知道你不识抬举，不过也无所谓。我这开着酒吧呢，上我这坐台去啊，替你哥还账不就完了吗？马哥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这人胆小。吓？哥俩，把他带走，今晚上就坐台。哎，干嘛呀你们？干嘛？干什么呀？行不行？要么痛快的跟我们走，要么
抓住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砸我吃饭的家伙了，行不行？你打你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我带，我带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哟，兄弟，您这怎么这么巧啊？哟，这不是马老堆吗？啊，抱出来了，是是。哟，这是跟谁呀、啊？怎么弄的是？哎哎，要说呢，妹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问谁呢？是不是你干的？能是我干的？我刚放出来，能再惹事儿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刚才抬桌子不小心给碰掉了。跟马老堆没关系。哎呦，这事跟马哥没关系，确实没关系。我说没关系吧，这么着，有事您忙啊，我哎，等等，有个小事还得跟您商量商量呢。哎哎哎，好，哎哎，慢点说。脑袋伤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跟墙上撞了，真巧。哎，再撞一个给我瞅瞅。正眼人说瞎话，没事，那儿给开了。哪儿啊？那对面那饭铺里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当时帮我开了以后，我这血流了一脸盆呐，要不是脑壳硬，完了。谁干的？朱敏的兄弟，朱猛子。为什么打你？他欠我钱。哎，你就编吧，他欠你钱，你是不是放高利贷了？我现在做的全是正经生意，那些犯法的事我再也不会干了。他为什么欠你？其实也不是欠我的，我不是帮朋友忙吗？你又帮哪个朋友忙？帮我们。啊，这有关系怎么来的？都因为这网吧，张小白不想干了，那嘴给朱猛子了。朱猛子到两个差，今儿钱没给人家。可是我听了半天，这里边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？人家欠债还钱找法院，你搅什么？张小白是我朋友，我看着不公。再说了。这朱猛子也太狂点了。这朱猛子过去干嘛的？外地过来，不是咱本地人。哎，真的，我听说原来车上偷。消息准不准？我听说。他人呢？这不他姐，死也不说。哦，那你就砸东西啊？这不是我干的，你就嘴硬了。这就是朱猛的照片和个人资料，在七台河的时候，因为登大轮被劳教过3年。我觉得弄不好他就是那个雪乡公子。你说他在天池网吧上网目的是什么？这还不明白？他是想把咱们的注意力从极速地带移开。可他这样做实在是太蠢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带着他照片去太阳双梅旅社，让老板呀帮忙认一下。没错，那个女孩就是他接走的。肯定吗？肯定。不租了。嗯。为什么走了呢？我还想找他呢，差我4位的房钱还没给呢。他是什么时候搬走的？可能是昨晚后半夜吧，他前半夜10点还在营业。屋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破椅子、烂桌子，凡是值钱的玩意儿，一点都没剩。哎呀，你还在这喝？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公安局来扑咱们了。因为啥呀？为什么？我哪知道？那马小豆现在到处找你呢。帮他找去呗。哎，咱老妈的也动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全拉咱老姨夫那儿去。行，那咱们先安心在这儿躲一阵儿。哎，那俩女孩呢？女巫呢？不行，咱们呢放更安全的地方。往哪儿放？搁在二黑那儿。黑子，来，进来进来。哦，二黑也来了。快动手吧。哎，老侄女，你们不都走吗？啊，我已经跟人买主联系好了，明天是让我咱来看货了呀。不是，你干的甭看了，我不卖了啊。看卖错了，你搁在手里不是缩了呀？你懂个屁呀你！费那么半天劲卖个价钱，那白费那劲吗？快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啊！
你要干嘛？我要撒尿，我憋不住。憋不住了？憋不住了，你快憋啊！不行，我先尿到裤子里。刑警队，那个君婷在吧？哎，谢谢啊。哎，韩姐，电话。等我一会儿啊，接个电话。哎，哎，远军。哟，我现在单位有事回不去呀。啊，那没事儿。哎，行，那你忙吧。啊。谢谢啊。拌面都泡糟了都。在朱猛家的户籍里边就没有朱敏这个人，你说他是朱猛什么姐姐呢？既然姓朱，那肯定是他堂姐呗。咱们的资料太有限了，要想查他们老底子呀，必须得跟他们原籍联系。嗯，这好办，我在警校的同学王大洋啊，正好在他们那儿户政科当科长。嗯，赶明儿我打一电话就结了。哎，别，要打你今天晚上打，真来不及。嗯，好。哎。你们谁要咸菜呀、啊？嗯，啥咸菜？蒜茄子。哎呀，我想说，这嘴里正好没滋味了。虎子，你不吃啊？吃，干我们这行的，风吹日晒，哎，自从吃了方便面，还真的对得起这张嘴。我跟你说，什么叫完美的女人？
大胃王那个女就是你男的唯一眼睛的。那就是个长跑运动员了，所以吧。说什么呢？怎么说正经的呢？他都被你请出去做老师了，当然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别说我娶了他就不完美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不知道。就这么说，有些男人不服。不服啊？你自己说。嘟嘟嘟废话，你啥都不明白。哎哎哎，小狐狐狸精，是吧？哎，给我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狐狸精，哎。看谁有条件。要是我喝多了，你可得放。不放，你就是住山里，我都放你。我哎。离婚了，我从来就没结过婚。竟成往回的男的吧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你还是我第一个带回家的男人呢。为什么会是我呀？哎，最好以后我们俩谁也不认识。不行，做不到，我还想见。你就不怕以后因为我会伤害？也许一个伤害的结局又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没睡踏实，你去哪儿了？那个同学聚会。啊，快睡吧。哎，都快三点了，明天还要早起呢啊。哎哎，嗯。来来来，挑吧啊，相中哪个拿哪个，甭客气。这么多呀？你不会把西安的旅游纪念品全买齐了吧？差不多吧，为了买这些东西啊，我和江晨是一分钱都不敢乱花，上顿方便面，下顿方便面，连打嗝都是方便面味。真的假的呀？不信你闻闻。哎呀，讨厌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给方便面厂家促销呢。辛苦你了。这样吧，今天你在食堂随便吃，我买单啊。别介，今天这顿啊就免了吧。今天啊，圆圆在家给我接风，你那顿还是改日吧，这个给你。啊，重色轻友啊，我看出来了。不行，我这顿就今天，过期不补。拿，我就要这个了，这麻蛹挺不错的。哎呀，赶紧多挑两个。哎，这不很多。哎呦，这镯子真不错。这还给圆圆吧？圆圆她有，还挑着呢。哎，都挑花眼了。哎，看见虎子了吗？刚才还看见在走廊里呢。哎，队长啊，这个是我送给您的。行，我挑一件回去给你嫂子。哎，金婷啊。这是从七台河刚传过来的资料，你帮我看看里边有没有急速地带那个女的。对，是朱敏。她不叫朱敏，她真名啊叫周小敏。周小敏？嗯。那她和朱猛什么关系啊？嗯，她爸是朱猛的师傅。朱猛是蹬大轮的，怎么会有师傅呢？周小敏她爸是老贼了，她是朱猛这方面的师傅，早都给毙了。另外那个谁，周小敏她还有一个亲弟弟叫二黑，跟朱猛一块蹲过巴黎子。哎，君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周小敏这个社会的名声比朱猛和二黑都大，人称青子活小敏。没看出来啊，我还觉得她挺不错的呢。胡子，哎，我都帮你弄好了，你看看吧。哟，谢谢啊。嗯，来。哎，这女孩确实挺漂亮的。
就他失踪了？不是，他是要我们要抓的人。啊？不会吧？你长得不像坏人呢。周小敏。嗯。你们这都什么术语啊？青钻活，灯大罗，啊，飞蝈蝈，这都什么意思呀？哎，青钻活啊，就是割包盗窃，也叫做抹子活，耍老摊儿。飞蝈蝈呢是拎包盗窃，叫架子活、盖活、滚大个。灯大罗就简单了，就是在大公共汽车上扒窃。哦，哎，那邓小伦呢？邓小伦是不是就在小公汽车上扒窃呀？哎，挺聪明啊。太有意思了，这都是谁编的呀？这不是谁编的，这是小偷的行话。它的主要作用啊，就是在同行之间啊，来表明身份，来逃避打击的一种暗语。还有什么暗语？再给我讲讲。你挺愿意听啊。啊。好，我给你讲讲啊。嗯。比如说在车上扒窃呢，叫做蹬轮，在地面上扒窃叫打地皮，在晚上啊，打扒窃那些那个打盹睡觉的旅客叫抠死倒。清点赃款呢叫洗皮子，扔钱包叫甩皮子，这包啊就叫蝈蝈。哦，那这些行话是不是全国通用啊？不通用，各地方言不一样，那各地的行话也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刚才我跟你说那些啊，都是东北小偷的行话。比如说像扒窃吧，各地的方言那行话都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四川叫白钱方子，广东叫做开工勾拼，深圳叫做地帮车帮打荷包。真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说法。那扒窃是不是也有很多种啊？哎，基本上就是七种：掏、割、提、摘、拉、抠、夹。你太厉害了，如果我不知道是警察呀，还以为我面前坐着个贼爷爷呢。贼爷爷。喂，哎，志俊，我同学那边呢又查到了一些周小敏在韩江的社会关系。嗯，等我这边收齐了，我马上给你发去一份。行，你就赶紧办吧。我马上啊也能看到了，因为施曼在我这儿呢，他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呢。对呀，咱们得早日实现网上办案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再见。哎呀，猛子，别等了，咱们现在走吧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你听说病一会儿回来了。你到底走吧，你不走是吧？那我走。爷们样行不行？孟子，看看，看你姐姐，比你强多了。哼，就看你姐姐面子，我让你们俩死动了的。等死的滋味好受吗？等死了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一分钱也得不到，哪天让警察发现了，把你拉出去崩了，还得赔我们两条人命。妹妹，你也怕了吧？我给你几万块钱，咱们交个朋友，怎么样？连我那点饥荒都还不上，还跟我说十万块钱，这什么呀？信不信由你，你把哪弄去，好不好？
几位吃饭呢，大哥。警察，你是这儿老板吗？啊，对对，我就是老板。叫什么名字？干肉鱼，鱼干肉。把你证件拿出来看一下来。对，我这有假证。你从七台河来这有多久了？一年多。来做买卖。认识他吗？我媳妇儿她亲爹，我是她姨父。他人呢？那真不知道。他往你这儿都拉过什么东西呀？没有啊。没有。看清楚了，这是搜查证，我们要对你这儿依法搜查。走。你这冷面馆还兼营电脑啊？哎，你们那边请。电脑找着了，周小敏把他们存在他姨父的冷面馆里了。那周小敏的下落？江晨把他带回队里，准备详细问。别生气，不就一小姑娘吗？抱着我上行不行？包包的先别说，什么时候能见人？八成他们回来了。哎，你找谁呀？那五个姑娘现在在哪儿？我帮他卖了仨，那俩在猛子手里呢。猛子人呢？昨天在等着呢。说好昨晚在我们家见面，我把买主都联系好了，不见他的人。在猛子手里那俩姑娘不叫啥？不知道，事儿没办成功之前，他们根本不让我站姑娘的边儿。人你都见过吗？见过。看看是不是这两个人？现在距离七点还有两个小时，为了防止今天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堵，我们决定今天晚上采取解救行动。现在大家分头准备一下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补充一点啊，今晚的解救行动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纪律。那些买媳妇的人虽然很可恨，但他们毕竟不是我们打击的主要对象。远军，哎，把我父母的衣服，还活着呢，今晚吃水煮鱼吧。你又得一个人回去了，今天晚上我有任务。又有任务？谁约的？就我。警察的驾驶我们在哪儿？没事儿，这不谁让我愿意找警察当老婆？那行，那这鱼就先放冰箱里，你什么不认识都吃。你先吃吧，回头再买。那还行，我爷在家偷偷吃鱼，跟猫似的，再把我卡了。行，我走了啊。你开车小心点啊。哎，走了啊。走吧。别等起来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没事，我去警察。
我来这儿见网友。你网友的名字是不是叫雪香公子？一年前，我跟我过去的男朋友分了手。之后，通过聊天，我在网上认识了雪香公子。我们聊了3个多月，我还以为我找到了生命中真正能带给我爱情的那个男人。你见到他了吗？来接我的是一个女人，她说她是雪香公子的妹妹，我就跟她走了。但等待我的却是比地狱还可怕的结果。你为什么要用剪刀捅伤那个男人呢？他想打我就打我，想跟我睡就跟我睡，一点都不管我的死活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被你伤的那个男人只是个农民，不是人贩子。可他跟人贩子一样坏。如果逮着机会，我会杀了他。你要是那么做，就会犯法的。如果他们拐卖一个妇女，就会被枪毙。你说他们还敢这么做吗？你不舒服啊？是我的孩子，他在踢我。顺便我看看。妹妹，那钱什么时候付啊？老哥，这里还俩妞呢。嗯，我看我看。看什么呢？我艳福不浅呢啊！嘿嘿嘿，你着什么急？有我呢，滚蛋！这个叫许香公子。那是谁呀、啊？应该是周小敏和朱某。进来。有新情况吗？益阳警方刚刚来电话，说今天早上有人打电话到陈小家，让他们带着20万赎金来赎人。家里头怎么打扮？他们已经带着赎金，赶早班飞机过来了。谭哥，外面有人找。找我？哎。嗯，怎么样啊？烧鸡，咱们吃，咱们吃，吃不吃啊？这就是他们给您留下电话号码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对，就这样。嗯，瑞，你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，问孩子的情况。喂，嗯，带钱了没有啊？放心吧，只要交钱，人就会好好的。等等啊！啊！快来救我！我要回家。小小，妈妈想你啊！妈，我想你，快来救我回家！妈，行了，别哭了。回家。你知道？听到这人说话了吧？你们先找地儿住下，我再跟你们联系。谁来电话？手机号码多少？3037-0958。大婶，好。
心吧，我们会尽快的与你们的家人联系上的啊，为你们做主。来来来来来，吃口热乎的，吃吧啊，刚刚给做的。快点吃饭，饭都快凉了啊，快吃饭快吃饭。别客气啊，这个也给你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有一个了。拿着吧，不光你需要，他也需要。来，谢谢。小虎子，把你的车借我用一下。不吃饭你去哪儿啊？去给他们买点女人用的东西，再回家拿两件衣服给他们换上。嗯，谢谢啊。慢点。嗯。刚才说的琢磨怎么样了？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对。你们两个在这看着，谁不老实办他啊！带上他们俩走。喂，我是啊，那钱我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拿钱赎人呢？我现在住在宏伟旅社，这个地方离什么地方近？哎呀，这个地方我很不熟悉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旅社的旁边有一个电影院。都这样了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青青，原谅我吧，你要原谅我，让我怎么着都行。你还想让我原谅你？我这也一时糊涂嘛。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用跟别的女人睡觉的方式来爱我吗？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跟那女的真没有感情，我就是玩玩而已。现在都已经做成这样了，我也收不回来了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做错任何事我都可以原谅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不是，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，我求你这半天都不行啊，我怎么了？不就这点事儿吗？男人都这样，碰着个女的拉一拉亲一亲抱了抱，怎么了？你知道不知道羞耻啊？你我不知道羞耻，就你圣洁。你干什么？你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张脸不是你想打就打的。要想过日子，我陪着你，既往不咎；要不想过，想离就离，没问题，我陪着你。上出租车那一男一女是谁啊？不是警察吧？你要是敢骗我，
我连他们俩带你全宰了。不要。